谢石牧师的分享。那我们现在用每天的祷告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带来的今天领受的石牧师为我们，我刚才听到一句话，就是说林肯总统说，他求神就是他不要让神站在他那边，是他要站在神那边。我就想说，我应该要悔改了，我常常要神站在我这一边。对啊，然后我们一起起立好吗？来回应我们的神。我以前是拜偶像的人啊，我以前拜很多偶像，啊，所以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连起床、洗澡、洗脸、做什么都能够跟我神来做连接，因为他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，这就是跟从前的我拜偶像很不同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这首每天的祷告啊，如果你曾经知道这首歌的话，我们从这个歌曲里面知道，每一天我们的神都看顾我们，每一天我们也会面对很多我们所要面对的难题，不管在工作，不管在婚姻，还是不管在做抉择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华语堂有幸福小组，是我们现在还在预备，但我相信我们要靠神，靠神冲过很多的难题。好。